时间两点整。看和情感的跌宕中，为您讲述一段心理哀怨而又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。演播宋维维。米娜没想到33号赛手是如此的英勇，他的心肠之中怦然一动，不禁暗自回忆，爱山将将在路会出事，确认了他的，然后阿米娜把装着10000元奖金的红包递到爱山将手上，并将10公里赛马比赛第一名的红色束带披到爱山将身上，同时还把一枚标有冠军称号的自制奖章挂到领舞者的耳朵上。领舞者得意洋洋，但又分寸地绕着阿米娜和爱山江走一圈，转场一片沸腾。刚给第二名发完奖的吴向荣，一眼认出了爱山，他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地嚷了起来。爱山呐，怎么是你呀、想不到这奖金让你给拿走了啊！我可是好几年没看见你了。听说你离开马术队之后，到处参加国外的骑马比赛，又老是得奖发财啊，是真的吗？吴向荣热情地伸出手握住了爱山江，爱山江也欢快地握住了吴向荣的手。吴主席，我确实刚从国外回来，但是没有发上台，您的马术水平又提高了一大截吧啊，哪天吧您得亲自表演表演，让我学习学习才行啊。吴向荣用谦逊的口吻说，虽然一直都欢喜，但这水平可是上不去啊！我是工作忙碌，没时间练，不像你们专业，天天啊都练着。怎么样？这次过来干什么呀？要搞投资，我帮你看项目啊！行啊，吴主席啊，我这次回来计划建个自己的骑马俱乐部。到时候，如果我投靠到您门下的时候，求您帮忙，您可一定要帮我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还是教我马术的小师傅呢。你想搞个骑马俱乐部，那还真成事了。这个项目必须是签字才行，来找我吧啊！爱山江把手里的红包向吴向荣示意，高声问怎么样？今天晚上我请客，但这不是正常骑马、没有您这个名誉主席的支持。